戴盈萱1989年出生于辽宁沈阳，2011年参加湖南卫视举办的《快乐女声》，获沈阳唱区季军，进军全国37强总决赛。2013年，萱萱参加了《中国好声音》，投到那英旗下，并获那英组冠军，最后获第二季季军。当时因为姚贝娜事件，那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很多人认为萱萱霸占了本属于姚贝娜的冠军，因为萱萱唱功不如姚贝娜。后者却被要求唱连那英自己都不一定驾驭得了的 All by myself。 不管如何，他借此东风确实大热了一阵。同年10月，萱萱参演电影《中国好声音之为你转身》，挑战大荧幕。2014年，萱萱推出第一支单曲，2015年中旬献唱某电视剧片尾曲，并推出第一支迷你专辑。如今2年过去了，戴盈萱似乎再无新作品，也许当年的姚贝娜事件还让他难以接受。